可爱的眼睛，迷人的声音，我愿意做你的玩具，你是我的生命最美的事情。生日快乐，妮妮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第一个愿望应该是帮爸爸按摩，帮妈妈按摩，然后谢谢。那第二个愿望是什么？黑指甲。第三个愿望。变公主。我没有那么爱你。